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安煞吉》。让我们掌声欢迎猫吉乐团带的《安煞吉》。Yes, I do. 听我声声去声，听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。昨天已是过去，明天能够回忆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今天你要嫁给我。我想飞奔流浪，只想他在天堂天涯，我想在他的里面看得那好感如花朵，我想飞奔
台，感谢保险安利基金、正达生技公司、台塑企业、俄宝手作坊、兆丰会计师暨律师联合事务所、台旺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林兰爱心早午餐、云豹能源科技，还要感谢每一年都很支持我们的北港朝天宫、天主教若瑟医院、北港妈祖医院、优质生活馆，感谢湖北中央福人社、云林县妇幼关怀协会以及高城汽车保养厂，感谢以上的单位。同时，现场呢也来了许多的长官贵宾，接下来一一为大家介绍。是的，首先要来介绍的是行政院云嘉南区联合服务中心的许根卫执行长。好。云林县政府黄玉生秘书长，秘书长好。介绍的是云林县政府文化处林梦怡处长。好。接下来介绍的是云林县卫生局秘书杨惠美秘书，秘书好。中心郑德义主任，真善美联谊会会长，也是斗六市民代表的黄尤美。哎，萱萱啊，你是从哪个县市来到云林工作的呢？我是彰化来的。彰化来的，那你在来云林之前，你对我们云林有什么深刻的印象？云林啊，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农产品，农产品。以轩，我不是要问你这个，那不然你要问什么？我是想问你啊，你对我们云林县的文化有什么特别的印象？那当然就是布袋戏啊！以轩真的是非常厉害。说到布袋戏呢，我们十月这个国际偶戏节哦，非常的盛大，而且呢，成为一个交流平台。没有错，云林呢是布袋戏的故乡，从小啊就听过很多经典的布袋戏角色。有什么呢？例如说苏养文。苏养文。宋佳玲。宋佳玲。下边两起。下边两起。也都有布袋戏内底上好命的女性，好汉女性流啊。说到这边，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。爵士密码乐团，谢谢。哇，这个乐队非常的棒。对，我是说今天哦，也要我们这个题目是幸福相约 ，Marry Me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谢谢啦。而且结婚有关系啦。哦，跟结婚有关系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神经学家，你对我唱这首《苦海女神聊》，这个苦海女神哦，跟这个苏养文，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苦海女神聊是跟这个。你太太哦，波娜娜，本名叫波娜娜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第二个太太了，第二个老婆，第二个老婆。是是是，他好像好几个哦。哇，但是呢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。我妈其实哈，给那里谁听来告诫，冠伦哈，有一个愿望。哦，这样。你在谁听悄悄，给那里，可不可以帮我完成？哦，你是什么愿望？我今天想要跟你合唱一首跟今天主题有关系的歌曲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想金桃可以吗？双人枕头。哦，双人枕头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耶，那观众朋友再给我们。Oh,
有才华呢？这个消息，以轩，你是从哪里得知的啊？很厉害吧？真的很厉害。接下来呢，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乐队老师——爵士密码乐团。在这边说的正是随时随地都要散发正能量。哦，对，没有错，我们正声呢都秉持着正能量，制作非常多优质的节目哦。像是今年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就得到了4座金钟奖，而且呢，云林台努力多年入围多次的许世峰，这一次一举得到2座金钟奖。声音公益活动，将正能量带到每个需要关怀的角落。我们也会举办关怀银发族的好灵感生活节。没错，我们今年连结非常多的资源，进入非常多间的长照中心。接下来就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段影片。活动深入云林县内许多需要关怀的地方。当广播人走出录音室，就有多天地中。106年，听见梦想的声音会等着爱，我们与抖音。其实都非常的感人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陪着正声走入县内长照中心的爱无限乐团，我们的 Annie 老师邓春景，以及昆凌欧高雕吴志和志和哥。接下来他们要为我们演唱的是一首组曲，这首组曲是《感谢恋爱》跟当年。晚上好，我是爱无限乐团，大家两。还有感谢你的爱。今夜后，希望陪你走到失落。你是永远的春天。不会记得我的话，我们总共有了8场巡回啊，8场巡回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感触啊。Annie 老师，你突然间在旁边在做什么？而且今天是一个非常九九重阳节，对，很开心我们可以跟着正声广播电台一起散发正面的能量，我很感谢电台给我们这一个机会，而且是跟这么多人一起在这边分享爱。我就听在第7场的时候，志和哥跟我说，我们在外面接的所有的商演，其实都比不上我们做这7场安养院的活动。因为其实每一次就是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做完安养院的活动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带着欢笑的泪水，因为阿公阿妈他们听了我们的音乐，跟着我们一起动动手、动动脚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阿公阿妈他们有的插管，有的插着尿袋，可他们的手脚还是会跟着我们一起动，跟我们一起笑。其实这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。哎呀，哇，非常的水，非常的感动。哎，继续呢，爱无限乐团要为我们准备什么歌曲？爱无限乐团准备这一首歌曲叫做《人机变》。好，人机变这个管我也上了台给了。让我们掌声。唱一起唱啊！
希望今天呢，跟大家在这边幸福相约，然后唱好听的歌曲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伟忠呢，今年在四月份的时候有发行一个个人的第一张的个人作品，叫做《红顶带来 Kiki》，那也是非常轻快的歌曲，非常可爱。那这边呢，也送给大家这首歌曲《红顶带来 Kiki》，谢谢。谢谢。
Thank you.
小欠债，谢谢。都是我，我是谁？不看你的脸。
大家一起回忆民歌。好久不见了，我是王海玲，你们好吗？今天非常有意义的是，因为呢，我也是正声的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。在20年前，我有在正声主持过差不多一年的节目，所以今天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我真的也是回到了我的婆家，因为呢，我的先生是云林人，真的。今天一大早呢，8点我就回来了，因为今天重阳节，所以呢，今天呢早上8点我就跟我的婆婆回到老家，我们老家在土库，好好。对，在老家呢，我们就拜拜，然后烧金纸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所以今天对我来讲是非常温暖的，而且有这么棒的主题啊，这个相约幸福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们民歌年代听起来最幸福的一首歌了。虽然不是我唱的，但是是民歌里面最有代表性的，叫做《秋蝉》。想起我们的青春，想起我们的纯洁的年代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去那个年代，好不好？一起。
但是今天不知道我的荣幸可以跟你合唱一首歌曲，可以吗？林姐，可惜你又来了，我一直找你在合唱，好机会难得嘛。你看今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，还有这么棒的乐队，还有这么专业的歌手，给我一个机会嘛，可以吗？当然要让你感觉幸福啊，好不好？有经典的歌曲在雨中吗？当然可以。那我想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拿起你的灯笔，帮我们制造浪漫的气氛，可以吗？让我们欢迎。待会会有一个小小的 surprise， 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那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请期待。幸福满满的舞蹈，最后送上的歌曲是